这个写的这个一篇文章就叫做陈经书，叫做中医即将沦亡，然后就跟监察院去做报告，然后监察院报告以后呢，就经过了这两年的历程，到去年十二月，卫生署长呢回我信，那我们就把这个事情怎么样，成功的把它提升到卫生福利部，所以从今年一月开始，七月卫生福利部正式成立，我们的传统医学都由怎么样卫生福利部来掌管，那这个是我们台湾走出的一大步，尤其是世界上面现在唯一由卫生福利部来管传统医学只有台湾，但是有这个组织以后，但是学校里面考试完全没有传统医学的教学跟认证，所以事实上是空的，后来我们就发觉到政府太忙，所以我们就怎么样民间来做，我们民间来做怎么做呢，就先把这些人聚合起来，然后我们有一个共通的想法，就是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然后把这些方式呢正确的拉出来。第二个呢，我们文化部呢去年五月成立，下面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组织，但是底下完全空的，所以我就写信给，还没有成立之前我们就办了活动，然后我就等到成立我就写信给农运台部长，然后我说这个是我们当务之急，但是他们仍然忙不过来，所以后来今年我们就怎么样仍然自己来啊，在台湾民间确实要发挥很大的一个力量，我们就把找了很多的朋友来，然后我们认同共同的理念，我们文化的传承创新，我们的目的把它整理好又送给政府，然后在台湾能够让别人问到我们台湾有什么文化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台中启修告诉他中华文化的瑰宝很多都是我们台湾传承创新的，我们有这样一个项目两个项目三个项目四个项目，就像我们这边今天来的好多的项目，像刚刚这一位就是台湾易筋经啊，那这个传承了很多朋友，那刚刚我们看他的表演有没有看到，是不是这个气的这种运行很不容易的，像这一位是我们的无痛刮痧，他是从台中过来，现在是中华民国科学气功学会的理事长，我传承下去呢，大家没有发觉到你们有接触过刮痧很痛的是错的，然后轻轻刮不出痧也是错的，用力刮而不出痧这才对的，等一下如果有人愿意的话可以不要太多，就三位给他刮一刮好不好，我们给他鼓掌啊！刚刚旁边一位跑出去大概去照相去呢，坐在他旁边的是长命拍打工，长命拍打工我们在办了一场在国际会议中心，因为拍打工出了很多问题，我们就花了什么五灵铁，花到卫生署，花到中医西医，花到民间团体，花到拍打工的所有团队，然后花到大陆国务院卫生部啊，还花到美国，我们告诉他们怎么样真正把拍打工整理最好然后传播出去的，我告诉各位是在台湾，所以拍打工不痛的，我只要光讲一个方式告诉各位，那个时候这个护理学会的理事长徐根荣医生呢请我到全省去演讲教护士拍打，大家想象不到，我告诉各位我们拍孩子是不是都这样拍，拍婴儿，然后告诉各位错，这个小孩子绝对长大不孝顺，因为你太小就把他打得很惨，你这样了解吗，打得很痛，大家可不可以跟我讲一句话，这是我们中华气功的精髓，松静自然，这样子你试试看松不松，一点也不松，你是拿根棍子打怎么样虐待幼小儿童，你想想看那么稚嫩的身体你这样打他，所以会怎么样反弹过来，妈妈容易手受伤腕受伤，这过度绷紧，但是你试试看中国气功真正最基础的松掌拍打法龙摆尾，你把手这样摆摆看，你早上起来做过看，然后你教教你儿女，但是不要勉强他，我告诉各位这个所有的关节全部在运动，它整个松掉了，
我告诉真正跟各位报告，传统医学又简单又方便，所以少部分人才把它怎么样留一手神奇鬼怪。有没有发觉到传统医学最大的缺点就是怎么样，上天过度慈悲，好生自得，然后老祖宗太过于智慧把它研究出来的，结果教下去以后，下一代觉得怎么样，少部分人觉得这怎么可以随便乱教，人家都会的，我怎么当宗师，你懂了没有？所以就留一手，听过没有？而且各位在座的女士们，还是真的要感谢什么，一个孔子，一个国父，不然的话你们现在哪里可以学，哪里可以坐在这里，因为传子不传女，有没有发觉到，是不是？所以你看就光这样子你试试看，然后你这样子拍打自己试试看，哎，这才是有爱的拍打，这样子孩子他这个所有的毛细孔所有的细胞才可以跟你怎么样接触在一起，他才可以感觉到你对他的深深的父母的爱呀、啊。这样打是很痛的，你不相信，尤其打这个地方痛得半死，然后你看就光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上为什么我们觉得说要给政府，因为只有由政府认证以后来去推广，才能够形成什么大家的共识，才能够真正让每一个人都享福。我的目标是什么？没有病痛，健康快乐，而且我们到任何地方，我的儿女家人到世界任何地方，他都不担心生病，而且最好都不要生病，因为上医治什么胃病预防啊，这是我们中国传统医学尤其黄帝内经最重要的。所以生病的三大原因你们知道是什么，所以它叫做因果。生病三大原因最大的原因的因啊，在中医里面叫内因症，就是情绪嘛。今天你看是不是每一个几乎都讲到情绪，所以我写超脑内革命，为什么叫超脑内革命，因为日本人写的这个脑内革命，他是用中国的气功，然后用科学把它做结合，然后只有两个，正面思考跟负面思考。所以我们大家知道正面思考重不重要，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往好的方向去想，然后呢负面思考就造成你的身体内部的怎么样，血液循环内分泌整个紊乱了。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就怎么样，哎，往这边走。但是然后再来我跟各位报告一下，传统医学更不得了，分得更细更精而且更准确。我简单的讲一个，在这个思考里面，在情绪里面，你看怒气它是负面思考的一种，对不对？它可以怎么样，怒气伤肝，它会伤到我们的肝脏，然后怎么样，恐惧怎么样，伤肾，忧思伤脾胃。你看我们是不是传统医学是不是更深入，这个没有办法接受中华文化的人呢，他没有办法这么深入的，他可以得到我们的外表，但是他没有办法得到里面的怎么样精髓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传统医学。所以我们把它解析出来以后，后来我发觉到什么，昨天大家有听我那个崔九博士做最后的结论有没有，我20年前就请他在国际会议中心听我讲什么，讲催眠与气功，催眠超气功超越催眠，20年前我就请他来听，哎，他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传统医学呢真正是非常不得了的医学。那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又是最有福气的，那生在这个时代又生在台湾是更有福气的，因为为什么，大陆的中华文化的根源地我们知道它有一个10年的怎么样断层，这个是上天安排给我们台湾，所以我们现在台湾的大陆崛起了，我们看到非常高兴，30年前我们帮助他们，对不对？30年后他们崛起了，我们很高兴，因为都是中华民族，对不对？兄弟嘛。那
然后他们崛起以后，但是我们也要考量到我们自身呢、啊。各位不知道有没有考量过，我们自身如何应应这个时代？第一个，经济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跟他比，土地也不用比了，文化将来不用比了，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东西比他们多？第一个，还有人才，人才目前也大部分流失了，剩下我们这一圈了。还在这边是不是、哦、大部分也都流失了，因为好多朋友科技的都被拿过去了、哦、他们也希望我过去，那我跟他讲三年后到今年八月，那我现在跟他们讲我说再延一年再延一年，因为我说已经有眉目了，我觉得因为我们生在台湾、我们长在台湾，这是我们不能忘的，这样了解吗？我们一定要把好的东西仍然要留给台湾，我们可以带过去，不差嘛，因为大陆不差这么一点点，他必须要肯定。我一直在大陆，我在他们各种层级的这个会议，像国务院我都跟他们讲，我说你们要肯定台湾在中华文化上面这一段的贡献，我们才是真兄弟嘛。如果这一段你不肯定，那就表示哎，我们的情分到底在哪里，他们有人听懂了，哎，觉得是有道理。所以第一个，第二个，你看所有的故宫文物都在台湾，但是我告诉各位哦，在十年大陆的文物会比故宫文物还多很多，因为他们随便挖个房屋就一堆文物出土吧，随便挖个井就一堆文物出土。有一年长沙那个车站旁边要建疗养院，结果一挖就出了怎么样，三个大墓啊，那个什么汉朝丞相长沙这个太子墓，是不是里面有一个女尸两千年不毁坏，然后有一个帛书44个图形，结果那个图形我把它解读了，它每一个图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图形治这个做这个气功治什么病，那个图形治什么病的。后来我在中国时报做了连载，太棒了太棒了。那我们为什么我们当时可以把它整理出来，因为我们在台湾几乎把大陆当时的一些精华都带来，那后来大陆的情况跟我们的情况有差异，所以他们当时的一些瑰宝、一些文人、一些这些特殊人都隐藏在民间，不然会被打的什么样，什么黑五类、红五类啊什么类，是不是？所以他们潜藏下去，这就是台湾承接的这一段嘛。所以承接这一段以后，尤其台湾这一段时间正好大陆文革，台湾就跟他作对嘛，所以就文化复兴运动，记不记得？所以我们有文化复兴委员会嘛，是不是？这个是上天的安排啊，让我们能够延续传承，不要让中华的文化的命脉断掉。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其他三大都灭亡过，只有中华文化，只有中华民族没有灭亡，因为我们中华民族要统领这一个世界，要带真正的王道文化，要带真正的好文化，要带真正的有益健康的，真正对人民生活有帮助的，要给这个世界，在我的认知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寒流应该慢慢过去，华流应该再起，就要靠我们在座的人才把文化怎么样能够坚持下去，然后把它整理，一定要整理，然后我们来送给政府。因为我一直觉得他们都问我，他说你弄出来为什么要送给政府，那么笨。我说我们每一个人去搞这个，我们一个人可以搞几项，你赚多少钱你还是吃一顿饭，尤其我现在越吃越素，因为我觉得真的是我们吃的东西不需要多，反而健康。稍微我听了王教授讲的，多吃一点油，少吃一点怎么样，饭，然后呢不要油，不要过度，身体就会怎么样，清爽，排里面的这些脂肪。因为我就照着这方法做，然后配合一些我们的基本气功，真的有效，身体越来越好，精神越来越好。但是我们真正爱不爱我们的孩子，我们真正爱不爱我们的家人，他生病了你怎么办？我时常